干这栋太扯啦！干整个岛、欸，我操！整个他妈岛都是他们的，有没有那么霸道啊？看你还有点瞎哎、欸！这个他妈的到底是怎样？弹药应该是充足，干嘛浓了一整天呢、欸？主物资应该在左边那一栋，没意外的话。左边这个黑色这个吗？对对对对对 ，OK。好吧，站起来吧 ，RPG 轰，希望 RPG 把这墙轰开。你先轰一发、哦，哪一道啊？第二道嘛。对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好，换你。好，换你。哦，我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对。不知道我们枪塔、哦，我看一下啊、哦。我看一下。没事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灯岛，灯岛，灯岛。干，这好扯、哦。这有枪塔。这有枪塔，哪里？哦，上面哦。对对对，它会射下来吗？这个距离应该不会。好，找一下有没有什么漏洞，从这边爬上去一定会被打。往左走一点，啊，这边好像没有。再往旁边走一点。干，以你玩那么久的经验，盖这种东西，要玩多久才盖得出来啊？这应该是盖到死啊，基本上是盖到死啊，我可以这样跟你讲啊。看他妈的，这要怎么上去啊？我看一下。从这边上去应该可以，这边吗？对，要小心我枪塔哦！你爬跑上来，直接跑上来。哪里？右边吗？我看啊。对，哦，真的可以躲一下。老镇上面还有个枪塔，把它射掉。等下我先告诉我，告诉我先让丢给你。好，一把，记得按啊，切一下。好，切一次就好了嘛。对对对。好。哎、欸，小心。OK，、欸、没事没事。哦，那枪塔还是有一个脚不会射到。哎、欸，有吧？有炸到吧？没有没有，你炸到上面。哦。哎、欸，他是不是爆了、啊？哎、欸，爆了、啊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来拉我拉我拉我，没事，别拉到。哎、欸，干你娘！要等两分半，或者是我直接游过去也可以。我有放床，他妈那个角度他也打得到、啊，搞会不会也死啊？不会。哎、欸，炸掉了，炸掉了。OK OK， 他们现在这么大家，坏处就是他们很难找我们人在哪。炸掉了嘛，对不对？嗯，炸掉了，炸掉了。可以放上去，看一下。右边、左边好像还有，你就往右边冲。OK， 进来。OK， 来。小心哦，左边那个枪塔后面哦，左后方的枪塔， okay. 小心一下。OK， 我先继续打。没事，安全。直直炸进去就对了。对。哎、欸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有一扇，还有一扇。OK。哎、欸，那里面是开的，靠呗！掉枪打，我用 RPG 炸，在右边吗？对，右边。我炸完换你炸。好。没事，继续炸。好，我去炸。操他妈，炸烂了！爆了吗？我不知道，应该爆了。还没，应该再一发之类的。爆了！进来！Okay, okay. 你都枪子，空的。我、哦、开这边，我开这边，空的，没东西。你用 RPG 直接炸掉，炸如果有锁就直接炸。对，有砖子，我直接用砖子砖。你帮我砖一下。砖，我丢给你。直接砖那个铁的架子。我看一下他有没有藏东西。他没有藏东西，他们好像藏东西。我确认一下。砖掉了。哎、欸，他这边还有空间，炸！你准备帮我切一发那个一般的 RPG？ 好，炸吗？炸地上？对，炸，直接炸！开了！欸、我没开啊！哎、欸，开！还从旁边来的。TG 炸掉！哪炸掉？打那个人，准备打了。呀，还在上面。干你娘！是。
我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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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快拉我快拉我！我加梯子。干，他们都锁起来嘞。钻掉钻掉，那全部都钻掉。哎、欸，他这都没东西啊。对啊。等等，我再去拿个钻子。他们现在是不能在这边复活了吗？不行。怎样、啊？你看这，你看这，这太扯了吧！你娘鸡巴的，操你妈的！啊你娘的！发了发了发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我他妈吐血了，操你妈的！哎、欸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！脚步声，脚步声。他怎么还可以在楼上跑、啊？上面的家，上面的门是他们的、啊，他们当然可以走、啊哦。他会不会从上面炸下来？炸自己家、哦，给他炸啊，没差、啊，慢慢炸啊。他要炸他自己家，我也是没话说啊。你守一下，你守一下。好，我先，我闯上去，我闯上去。TPA， 好 ，TPA 了 ，TPA 了。OK， 哇，两千多，炸药包。不是不是不是，他妈 C4 两千多还得了？一切他们有可能会进来的地方，我都先把它关起来。他们现在应该是被锁在楼上了，对他们炸财应该是可能在下面，我们还没把它打开。他们现在应该是真的在上面拿我们没辙了，就说不要把家盖那么大。哇，他每一个都上锁哎，怎样多宝贝啊？来，双子给你，两个给你。哇，爆弹！哇，哎、欸，怎样？哇，一百超多飞弹！啊，先别钻了，先别钻了，两分钟 reblock 飞回家。看，我怕他们去搞爆弹，他们现在没爆炸物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让我们中 reblock。他们一有爆炸物，他们一直打他们自己家，可以让我没办法传回家。但他自己白痴，他那么家盖那么大洞，然后这边都不盖门，也不盖防爆。然后可是他很聪明，他外面是，他外面一圈都是地基，他只有中间这一格是盖那种像半墙那个隔出来的。所以我刚一看我就知道下面还有空间。没关系啊，一分半啊，拜托让我一分半啊，把这些东西带回家了，快点。重要的是我先飞回家，然后等一下我再飞回来。不是，重点是因为他们这一团常住这一府太久，他们过太安逸了，你知道吗？ Oh. 没有人跟他们作对， oh. 所以他们应该就觉得说，干应该就没事。没想到我们半夜起来抄他们啊！这洞已经观察很久了，只是我真的没有料到他们里面是那么开放。不是啊，他们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不要把物资藏在最楼上？这样我们不是要抄也比较有难度吗？白痴啊！干他是不是？他们是不是去叫辅助来啊？叫啊，我没差，空的。OK， 他家全部清空了，他家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再让我拿了。干你娘！你看他这个铁是要挖多久啊？我真的傻眼了、啊。就说了，他们家那么盖那么大、啊，哎，危机意识太差了。他们完全没有备用的一些什么储存格之类的。干他们两大洞。干我们今天这样玩一整天了，整天的，妈的上线人数没有超过10个。应该是都他们人的了啊，都他们人自己在玩，妈的，这样也可以玩得下去，真的是没有我们来跟他们作对一下，怎么可以？也是啊，压力测试，哎，经过这一次，他们以后在这个伺服器应该是他妈皮绷很紧哦，看他还敢不敢盖那么大。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真的在这伺服器都没有人超得过他们家。但我刚看到那个硫磺干，你他妈你们傻眼？干黄金甲，哎，哎，是有点亮哎，我他妈眼睛是有点，干你有点睁不开。击败我满城击败黄金甲、欸，他是75000这样排好几排、欸。他们现在应该唯一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揪出来。揪啊，慢慢揪啊！我跟你讲，等一下东西啊，通通丢大海里面，直接退服啊！我他妈我不想待了，烂服。可是通常他们这种符霸这种物资最多的，他们不会跟符主认识吗？认识就认识啊，反正我不想待啦、啊。怎样？他妈烂命一条，不爽他妈打我啊？怎样？我他妈都不屑待在这破府啊？怎样？好不好？那好像是真的不能拿你怎么样哦。他妈现在就传回家20秒啊！你他妈要杀我趁现在啊！你看看下这箱。
哦，这支枪，这支枪他妈这是扎小。哦，哇，好亮！那、啊、我们这个破家，哇，我们这一个小破家超他全家，我们家他妈都还没盖完。哇，给你们看看我们家，哇，才盖这样。我们家他妈，我们还没盖完啊，我们才刚盖啊。我跟你讲，来，现在东西通通带着，直接丢掉，通通给我丢掉。哦，你要这么狠啊？谁都别想要。没错，跟你讲，想抄啊，没机会啊。他这丢下去是会直接烂掉吗？他过一段时间就没了，没关系啊。大海寻宝啊，他们如果厉害到可以从就是从他家那边找到这边，然后还找到地板这些东西是他们的，我无话可说啊。有钱就潇洒啊！你看他们把这些钱当成宝，我们当成屁呀、啊。没有，我跟你讲 ，RPG 带着哦 ，RPG 带着，我等一下飞过去，我们直接在他家外面狂轰滥炸。我烂命一条，不爽他妈杀我，好不好？我他妈烂命一条啦，好不好？我什么没有，命一条啦。所以钱这种东西就丢掉了，没有必要留啦。哇，我应该要去下面帮你拍一个敬畏。来 ，OK，Action！ 屌哥怎么屌起来的？屌哥就是这样屌起来的啦。哇，太狠了吧！这个福霸的东西就被跟垃圾一样往下丢。你看这个硫磺啊，你们刚刚看起来没什么的，来我捡起来，哇，一捡就是75000啊！哇，再把它丢地上，好不好？我们去澎湖钓小卷的时候，那船家哦，我们钓了2只还3只哦，全船只有我们钓到，他跟我们有讲了一句：大海的资源是大家的 ，OK。现在这个世界，这世界的资源是大家的哦，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全部还归于大自然。哇，他们在炸呢，好心痛的声音哦，这每一下都是都好心痛。哎呦，干娘嘞！来了，我们也发过去了，直接射了，乱射，直接射了是吧？直接射。哇，不够远，再远一点，再远一点，哇，来个跳射好了，哇呼，啾，哇 ，Merry Christmas， 哇，这样还不够高哎、欸，我操，哇，还射不过去呢，哇，这样子哎、欸，够高了吧？哎呦，跑跑跑跑，赶快跑，赶快跑，蛇形跑，离你啊，赶快跑，赶快跑。他们刚追杀来，追过来，追过来，拎你啊！追过来，追的来啦，爽龙来啦，看拎你啊，龙来啦，龙来啦，看，爽龙来啦，看拎你啊，你真的是他妈的臭配音呐、啊！把石头放谁的啦？干你啊！你随便炸了，干你！在谁石头房了？靠北！你娘电塔，看都几雷了？电塔，你娘鸡巴电塔！电塔砍树是不是啊？没在砍的了，炸树了！看你娘，妈的仙人掌一些秋啊小，你娘仙人掌，你娘仙人掌，那边有马啦！我看这马在挑衅我啦！哎呦！哇！一发直接结束我们万恶的一生啊！好啦，来了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来世再会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没死啊？啊，我没死啊。